长相。我以为想说他改的时候，我怕什么？你盖什么什么阴阳师平安京，我还不知道他，除非他跟原本的长得差很多，就不要盖好不好？好，可以这样吗？我刚第一个听到那个日本妖怪，我就想到平安京。你可以取里面的名字没问题，可是盖的时候不要，就是应该要盖大家比较熟悉的长相。可以。可是如果大家都不熟悉，我没玩啊。没玩才好哦，哦，那就好。行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你随便弄一个，很多都查不到嘛。他那个有啊，我看到好多都查不到，想出这些。对啊，那个几乎都查不到，几乎都查不到。哇，有些个人是好能干啊。我刚刚整个网络断掉了。耶、没关系，然后你就休息吧，你就关站吧。代打了。团团去踩一下哦，好，哎，搞笑，来喽，还没想好题目的时候看一下啊。我平常有看灵异教师审美，我应该可以打一些出来。嗯，我刚查到什么？我刚才查到是什么？我这个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啊，应该是秋风给的。我要出很常见的。这个会不会撞题呀、啊？这个我要出很常见。看到他的介绍，我让我觉得很不错啊，就他了。我要出这个，大家可以自己就去 Google。最爱这个人，不会撞题呀、啊。这个很爱这个，撞就撞吧。这一只我以前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可爱、啊。你是出四个字的吗？我是出四个字的，没错。哇。我也是出四个字的，没错。哇，你们两个注意哦！哇，我刚去查，其实有西瓜妖怪，三十。不过好像不是日本的。啊，没有，我只是跟你们分享一下一些水果妖怪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等一下，怎么有这东西啦？你可以去查，还蛮可爱的。是啊，打西瓜妖怪吗？对啊，吓跑狮子的西瓜妖怪。看到了。吓鬼！好，日本妖怪哦，好不好？不要出到我的。有，我感觉快敲到了。哎哎、欸欸，我几乎完全都不太懂啊。糟了，我随便出好了。等一下 ，Google 要打开来要搜寻了。大家不知道就自行去 Google，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知道、啊。真的会想让我出题的，一定是这种类型。有很简单的啊，不是有巧克力天天在玩的吗？天天在玩，我玩什么？不是天天啊，常常在玩的。苏东东，算了，你不知道算了，我们继续。哎呦，哇塞，差一点点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巧克力是什么啊？他自己按你唔汤哦，你刚刚的我就去 Google 啊，我就看到。拜托你这个我以为是什么天降之物哎、欸，什么特色动漫都要盖出来了哎、欸。我看他的介绍，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、啊。嗯，那最后一个字怎么？短短，你这个就只有游戏的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看那个维基在最前面几个，我是看维基的。这是日本妖怪。你可以去看这前面几、欸、连图都没有，什么鬼啦？巧克力抽到那个灵异教师审美有出现过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可以用看全部你们台都开好，开始在笑你们，好爽啊！啊，好爽哦！好爽啊、哦！而且最讨厌的是，你知道我还很熟日本妖怪哦，好想盖这个哦。你可以来批评一下啊！有啊，我真的在笑了。你进来批评啊！进来批评一下，哦、批评指教。哦，哎、欸，灵异教师审美的好恶哦、喔。那个很恶心，看审美那这个我可以，我盖得出来。那集很可怕。哦，所以灵异教师是恐怖？当然是恐怖啊，他十八禁的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其实十八禁的哎、欸哦。他其实不是破坏大家的那个美好的幻想。我要盖灵异教师审美的。那你的手要挂那个弄反哦。你要盖鬼手了？没有，他有别种的。我很难想象等一下要怎么猜、欸，大家都不熟，怎么猜啊？
用我们的想象力啊，有想象力啊，想象力就是你想象力，超能力，看能不能把马里奥想象力发这样。这好难啊！他记抽到什么？看，哦，超难的啦！你可以跟林一教师审美那个。林教师有出有这个吗？有啊，你可以 Google 林一教师审美，谁在我后面呢？我拿到秋风的审美真厉害，你又拿到我的、哦，对，你好容易哦。而且巧克力出了这个，搞不好审美其实也有过一个哎、欸，他那是很短篇的。我想起来那个巧克力出的题目，你是粉丝啊？你怎么都知道？我看过四遍了。审美有啦，审美有。等一下，你居然会爱看这种？你不是说你会怕恶心什么的？不是啊，他就是一堆就是那个脊椎。对，很多脊椎。这个怎么办？啊，好了，随便啦，就这样好了。嗯，这边有谁玩过阴阳师吗？你说在场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有，好险哦！感觉好像就我跟杰克是不是？我也有玩过，老实讲，哦哟，只是没有玩很久而已。我也没玩很久啦。阿基，我在你后面，不要乱来哦！你怎么又在我这边？这句话听起来不优。我也觉得听起来在我后面别乱来，真的不优。不要乱来哦，超级不优。麦跟我北来哦，哎、欸，听起来怪怪的哦。嗯哼。我还没开始盖哎、欸，你是有没有想盖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盖、欸。杰克是抽到谁的啊？秋风的，我的。秋风，我本来想出这个、欸，是哦，因为他要盖很多个。还好你断线了。不然就要 cosplay 了。中了，还好你断线了。人家自己也要 cosplay 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我 cos 我的还不错啊。我想看那个巧克力 cosplay 他出的。算了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巧克力可以，他驾驭得了的、欸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驾驭得了的。嗯。你想表达什么？啊。该不会有撞？该、欸、不会有撞？没有没有，应该没有吧？喵他都没撞吧？哎、欸，虽然是说是有那个。团团跟杰瑞没有开，我还看不到。我现在只看到五个题目而已。哦，五个目前是没有了、啊，但是同一个种类、啊。你的 ID 还在游戏里面呢、欸？真假的？我关掉游戏了呢。它右边还是会显示在那边。右边还是会显示你的 ID。我看我进不进得去偷，没有办法偷看。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我现在好了耶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可以去偷看了。赶快看我们的。然后你刚刚一切都只是故意的，有没有？我很想玩这个、欸，你只是想笑我们，然后还有耍我，对不对？我知道的。我真的很想玩这个，让我超熟日本妖怪的。在哪里？盖、啊、完了，盖完了，按下去了。这个真的会摆到手酸哎、欸。这个我觉得要放个提示，这不放不行啊。好难哦。我怎么盖那么好笑？我觉得我盖得很棒。到后面认真玩，回头一看，一点也不可怕。我觉得我盖得很棒。可恶！盖鲜花哥了。我长在这个前面呢。算了，这样子不错吧？不错吧？有没有可怕一点啊？其实这个。这个妖怪没有男女之别、欸，就只是看人家怎么画他。对啊，重点是这一块。你用旁观者啊，要怎么用切旁观者撇？跟莫三三，我帮你，或者 F 三加分。你刚才不会直接飞到人家的面前吧？对啊，我想说什么东西掉下来？喵他掉下来了，猫从天降有没有？到底在盖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哦？可以把它煎出来的、哦。哈？这样感觉超丑的。我看维基百科的哦。哦。不错吧？哦。我一切都是维基百科的哦。哈、哦。啊，原来是漏了。Jerry 的运气很好哎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了，这题来说的话。这一来说比较最简，里面就比较简单的是不是？
不好意思啊，大家认识的这个都是妹子，不偏不盖。好了，我就这样好不好？还叫我盖胸部，你们这些色情狂！色情狂，色情狂，还叫我盖胸部，盖完之后就骂我秋风瑟瑟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已经熟透了，熟透了。这些计划通，我不会上你们的当的。哦，秋风盖的是箱子的那一集吗？这好难，太好笑了。哦，这不会盖啦，这怎么盖啦？管他去死！我想说，你是说哪个箱子？是开的箱子呢，还是平路的那个？还是会走路的那个？我不知道。隔壁的箱子你注意点哦。你还有很多很多要盖哦。隔壁的箱子你注意点哦。你们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再这样搜寻下去，我可能会搜寻到怪怪的。我没办法看着他几个。秋风那个题目有本哦。啊，那个有本很不容易吗？很容易吧。我很认真的看、欸。怎么盖的不对啊？完了，零恐怖，盖不恐怖啊？我在人家肚子上跳舞啊！想办法，还有什么特征呢、啊？笑成这样，就干你！我应该也要再盖一下，既然大家都强烈要求。哈记，你说胸部吗？胸部啊，大家都强烈要求，怎么办？你不会只放按钮上去吧？不要吧，卖啦！大家都强烈要求，我是不是应该要盖一下？就盖一下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修饰一下，强烈要求我盖，就不会哭啊！你去看神眉，他的小图就长得很像、你把它改成黄色头发，他就变泡泡了。看我在盖寿司哦，寿司！哎，你后面是秃头啦！哦，不要紧啊。哎呦，还是遮一下好了，不要这样，遮一下，这样，干了就谴责秋风，不要谴责我。一条浴巾有没有？哇塞，我应该出这一题的，最好盖。我觉得杰克盖的好，这次为什么你在这一集盖的这么好，在我那边盖的吗？对啊，上一个我都不知道要该怎么盖，杰克真盖了一个。大家加油加油！好像太绵了，要盖快点啊！算了，就这样，这猜不出来，猜得出来有鬼。要限制时间喽，速度喽，背后不用了，好不好？速度，不要切。那不是鸡排？不加辣。还没吃过速度，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速度，你去卤味应该有吧？就卤味一定会有。你就刚才讲说不要切，不要辣。对，他就怪怪的。他觉得你要干嘛？然后他就会用关爱的眼神看着你。嗯哼。他就准备一条干净的给你。对。然后特别洗过，会特别再洗第二遍。然后是要帮你蒸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好像透露了什么东西啊？帮你涂点油。这个应该是，怎么这样不优哦？真的不优哦！赶快可以按下去啊！两位，没有，他不会也要按吧？网络上说那样比较好吃，不要按吗？不用吧？不用吧？不用啊！我把边还没有参赛的，除名应该是还可以那个，除名。所以你跟杰克按一下就知道啦。还是我去帮忙那个 Jerry 和杰克按下去。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我知道要盖很久，可是可以按哦。够了。团团，我看不懂你的提示。对，喵哈，喵哈，我要把它弄掉。还是登出看看啦。登出吗？
要把移除移除当 building 的名单吧。坏掉了，哎、欸、有了，哎、欸、有了，要登出要登出。哇塞，这个我知道哎、欸。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个太……哇，这好漂亮哦！这是什么鬼啊？什么？哦，这个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哦。哦，这是谁的？谁的？应该要找一下。团团，团团，你的提示太棒了！啊，看得懂，竟然看得懂！不是，他应该是 Google 到了那个提示。哦，没有，我刚刚直接看就有了，因为我刚刚看维。